这个是豆角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吃这些都可以吃吗？都可以吃，只是说每一个它是味道不一样。这些就是能吃的哈、啊。对，就各种。你查过吗？查过。我都有点害怕，真的能吃。但它种在这儿肯定是有用处的，对，对吧？对。里面所有的菜都是感觉长得不像是可以吃的叶子，哇，非常的特别，所以就每样都采一些，有点像拆盲盒这种感觉。感觉这个叶子是调味可以调吧？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叶子，没味道。呸！噗噗噗噗噗噗，草味儿其实就是，哇！真假的？你闻一下，免得不信我的人都要闻。我好像放了一个巨臭的屁，吃不下去。可以，我现在嘴里开始反味了。哇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吃这个能好吃吗？臭菜。哎呀，还在那踩，就是这个臭气熏天。子怡，子怡闻一下自己的手，踩那么多，你少放点那个东西。子怡要当主厨，我确实内心是噗嗤一笑，尤其是开始跟我们弄野菜什么的时候，有点害怕啊。没东西了，走吧。哥，我再摘两片菜，然后咱们就撤。它品种比较多嘛，我们就都摘一点，好不好？咱们都摘一点。咱们多拿几片吧，姐。咱们摘一个黄色的吧。OK， 差不多。哥姐，咱撤吧，走，撤吧。